在迦毗蓝痴幻篇，诸位比丘大德，尼斯大杰，沙弥，居士，大家早安。请翻开毗蓝本次209页，209页。那么安息的课程紧接着剩下这个礼拜而已，我们今天这一堂课讲完了，星期六就是课程的这样一堂课。那么时间呢，就在无常当中呢往前的推移，很快的4个月的安居，今年闰月4个月也是很快啊，将要过去了。所以我们要珍惜光阴，珍惜光阴就是要经常啊在法上的学习。无论呢我们平常的上课或者私底下有时间呢，我还是啊要继续在法上的学习，这一点很要紧。那只要能够认真的学习啊，不知不觉当中呢就改变了。再来第四支209页，第四支其以果业的四种过失，只有一个其以。知此云，愿其以者，故得是云。如是锦旗交错成文，后云其策于圆乖道理，故名其策，亦名无异于。知此记当中说呢，说到其以的意思啊，古德是云，古德解释说，如是锦旗交错成文。那么如世间上，那么一般人所讲的这个锦旗，锦就是华丽，华丽，旗啊就是艳词，靡靡之音，讲得非常华丽啊。这一些啊，动人之心的，靡靡之音，交错成文，这个叫其以，或者说呢叫其策矣。什么叫其策矣呢？圆乖道理，故名其策。圆矣啊，乖为道理，叫做其策，也就是所讲的，不合乎于怪这个正义的，这个也叫其义。义名无义，没有意义、没有利益的言语，无意义的言语，也就是其义。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啦，这也都包含在里头的。那么底下呢进一步呢，四超云，承认以虽事实以非实故，即名其矣。或虽事实以虽衰老无利益故，虽乎利益以言无本，义理不次，皆名其矣。恒思潮呢见2240页引诚实论当中所讲的，以虽事实语，所以言说虽然是真实语，以非实故，说你这个话是真实的啦，但是呢你跟对方讲的时间
不对，非是。不是说的时机因缘，这样呢，对于对方来讲，也没有得到利益的，所以说以非时的缘故啊，这个也称作其意，不是说话的时机啊，而你却说了，没有办法利益到对方的，或虽事实，或者虽然呢说的时间啊是对的，是时宜。以随衰老，因为啊，随着有衰损老害，就你真实的了，时间也是对的，但是你一讲呢，对方听起来不舒服，内心当中不欢喜，所以无利益故，对方来讲也没有利益到，这也是其意，也是其意。接着呢，进一步呢，虽乎利益以言无本，义理不次。虽然呢能够利益到对方，然而呢以言无本，你所讲的没有根据，也就是说自己编的，为了实现对方欢喜啊，自己编呢，编个故事编的，义理不次。义理啊，不次，没有次第就是颠倒这个啊，都是其义，都是其义。那底下呢，知持是云，知持即解释说呢，成论时宜次第三相，既有过故。成实论呢，说明这个时宜次第当中有三种的相状，都是有过失的缘故，所以。多称作其宜，非实者亦不合宜，其名不义。非实的情形，也就是说呢，言说不合于时宜，不是讲这个话的时候，这样呢就称作呢，不利不义，就是无意义的言语。衰老为令他不乐。时间对了，但是你一讲啊，对方听了不欢喜了，使令对方内心呢不快乐、苦恼无本为私心也，利益对方啊，但是呢所讲的话没有根据啊，无本也就是说私心，自己所编的这个都是其一。接着呢，是朝云不患者，若小语错误等，一切不患。恒是朝说呢，其语不患的情形，就是小语，说溜嘴了，那错误，错误而说，想要说辞而错说比，这种情况，一切不患。知此是因，是口非意，如常所开。知此去解释上头说呢，是口，非意不是有意的，这脱口而出的情形，如平常呢所开言的情况，不换的。那上来痴患别想中第一章性罪境，性罪的部分说过了，接着再看第二章之罪，因为里头是讲八关斋戒的，八关斋戒分成了性罪跟遮罪，这杀盗淫妄妄语当中呢，小妄语其余两舌恶口都是属于性罪。犯的比较轻啊，然而都是性罪的啊。接着第二章之罪，以下所列之罪有五阶级下罪。这洪公呢，按理说，以下所列出之罪有五条，有五条，有犯的话，多结啊，这个下罪下品罪。这罪中分为五节：一、饮酒；二、过中食；三、
高大床是原声无歌无。那有的地方呢，这是八条戒，这个地方就是九条戒哈、哦，五条遮戒加前面的四众就是九条哦，九条戒。那八关斋戒啊，有开合不太一样的，有的地方呢，原声跟歌舞唱伎是合在一起的，哦，不着香花瓣呢，不香油涂身，只歌舞唱伎，哈、哦，它是合在一起，所以变成八条戒，其实是开合不同，哈、哦，开合不同。那就是九条戒呢，差沙弥利益啊，这沙弥戒只有一条，不周持身相宝物啊、哦，其他都一样的。第一节饮酒，饮酒中分为三项：一知意，二幻象，三不幻。首先第一项的知意，制定了九戒的用意，我们看。世超云立云，若以我为食者，乃至不得以草木纳酒中，滴口因说酒有食阔。恒食草戒二十四第三十页。立云，立就是我们四分立，四分立当中说呢，假使以我为食者，以我为修行的大师，也就是说你称我是师父老师、哦、大师的话，那你就是弟子，那弟子应该要秉奉师长的教导的，所以底下说呢，乃至于不得最低的限度，也不可以以草木啊，那就放到酒当中去，然后拿起来一滴滴口都不可以，这是世尊的教戒，师长教导弟子的，那弟子应该依教奉行的。因说酒有食阔，因此佛陀先说饮酒的话有十种的过失。知此是饮，初是言次，以为知者必秉师教，不可为故。这次记解释啊，超文当中分成三个小段落。那这一处是言次，只是佛陀修行大师呢严格的教次。那以为知者，因为啊作为弟子的人，这个知啊就是弟子，作为弟子的人呢，必定要能够秉受师长的教诲，不可以有所乖违的缘故啊，那这样呢才称作是弟子吗？是佛弟子啊，不然呢是外道的弟子了。所以啊，乃至于不可以草木啊放到酒里面去，拿起来一滴滴口都不可以的，这是一种非常严格的教斥。那乃下乃至下名极致，说明急切的制定，即是写法帅斗嗜酒，临此时序哪不自惭。说现在啊，学习佛法的人帅斗大斗，有贪嗜呢喝酒的，认为啊喝一点点不醉啊也没有什么过患，哦，认为啊不醉就不犯戒的，但是呢临此持性啊哪不自在。我们临界呢这一番慈别的信会，乃至于不可以草木纳酒中啊来滴口啊，这个都不可以啊，哪不自惭呢？怎么自己不感觉到非常惭愧呢？口口声声呢说佛是我的大师，但是呢佛陀讲的话却不遵守了啊，却不遵守。所以这种情形啊是不对的啊、哦、不对。
因下显过，所以因所酒有失过，这是第三段呢，显示喝酒的过失。十种过失，第一颜色恶，颜色啊就是脸色啊恶劣。第二呢，少力会减少我们的气力。第三呢，眼视不明啊，视力啊渐渐减退啦。啊，此三即六损色。这三种的过失以及第六种症疾病啊，这是损害我们色身啊，损害色身。视现嗔恚相，现出嗔恚的相状，此一已久乱损。这一个过失跟第九智慧少啊，这是呢扰乱我们心神，无坏业之身破家啊，坏业之身破坏他的家业之身之事啊，这是破家破坏他的家业。第六呢，增疾病，增加种种的疾病，肝病啊，胃病啊。七义多送啊，长义争议啊，跟他人啊斗争诉讼打官司啊，哦，这是增长恶业啊。八无名称上德，第八没有好的名称，这是丧失的德行。九智慧少啊，哦，第九智慧减少，因为啊经常麻醉啊这脑神经啊。第十呢，命中堕三恶道，命中要堕于三恶道，上九现恶，十极乃苦，如是时过，现世走览，是以还云，毅力治病者，不亦谬哉？所上头九种是现世的恶报，第十也就未来的苦果，要堕三恶道的。那观察这四种的过失，现前之事啊是卓然清楚，而世间当中一般呢，啊，愚痴的人反而说啦，喝酒能够增益我们的气力啊，能够治病的情形，这不也是非常的荒谬吗？啊，接着呢，第二项幻象，幻象中分为二支，一类言，二随事。第一支呢，类言，类似幻言，即说因三言：一是酒，二无重病源，三饮厌变幻。这借书云，这本书啊，见十五第五页讲到这一条戒啊，三言成幻。第一是酒，是酒就体，它的体就是酒，也就是说呢，这个东西啊，就你最初的时候就是造酒的啊，它不是忽然之间呢，啊，从其他的东西啊，腌制的东西啊，或者你做酵素啊，做醋啊，转变的，不是哦，做醋做酵素都不是要做酒哦，他没有那个心啊，哦。这个地方讲是酒，它的体就是酒，最初就是酿造这个酒的哦。那这当中呢，就不论呢，这个它有没有酒色、酒香、酒味，不讨论这个。也不讨论他喝了之后会不会醉或者不醉，不讨论这个，哦，只要他的体是酒，就你最初做就是做这个酒，哦，这是酒。第二无重病源，没有重病的因缘，没有重病的因缘，那反过来啊，它就是幻缘。有重病的言是开许，在五百问论当中讲到，如果医生说，哦，你这个病啊要用酒，哦，去治疗，一定可以
治好的。那这样呢，可以合合其他的药来服用，不可以空服酒。不可以空服啊，但是喝酒治病没有这个哦，中医里面没有酒，只有酒治病的哦，都是酒当饮药啊，配合其他的中药来治疗的。而呢，《三剑论》当中讲到啊，假使酒在煮药，煮药呢，还有煮一煮，还有酒香、酒味，它也要换的，要换。没有才可以喝的，哦，所以啊，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啊，避免有混乱哦，加了很多酒啊，稍稍滚一下，哦，开始就喝了，哦，所以啊，在《资治记》里面说呢，两不论的意思，哦，就是说明这个酒戒的制定非常的急切，不可以有乱脱的。第三呢，饮咽变换，喝了吞下去，哦，吞下去，吞一口接一个嘴，吞一口接一个嘴，不是喝了一瓮啊，哦，那么一个水库那么多的酒才换了，不是，哦，一口一口都接一个嘴，哦，心中是云。第二，重病圆开，如何治判？心中去解释。第二，重病啊，重病的原开腹的情形如何？何就是开源当中，哦，自由分判的情形。那第三，饮咽换，西论咽咽咽咽哈。第三的饮咽结换呢，必须要讨论呢，咽咽咽咽呢，就是吞一口吞一口结换的情形。洪公。按理说呢，饮咽患呢，西论咽咽者，虽一咽呢，结一罪，多咽结多罪。嗯。接着第二者随是，好，随着前面的啊，这个类言当中呢，而来加以解释。是草饮四分钟，但食是酒，乃至草木作者，无酒色香味。啊，若灰酒，中间那个逗号改成分号啊。若灰酒而有酒色香味，并不合饮。若酒煮，和合食饮，一切换。若甜醋酒，食菊酒糟。易患，那恒食草见二十四第三十一页讲到四分钟，我们四分律当中说到但食是酒，只要使得是酒，就是你这一出就是造酒了，哦，是酒就你这次做的就是酒，你是做酒酿造酒，它的体就是酒，乃至啊是以草以木头来做的，你去做酒，哦，做起来啊没有酒色酒香酒味，底下说不可以喝的啊，不可以喝。而现在啊，现在科技发达，嗯，现在酿造酒啊有没有酒精的酒，哦，这是有酒香酒味，哦，有酒香酒色了，但是呢没有酒精成分，科技发达，说这个可不可以喝，不可以喝啊，因为你是造酒啊，例文当中就告诉你没有酒色香味也不可以喝，因为它的体就是酒，哦，所以啊这个你造的就是酒，无论有没有酒色香味，或者喝了会醉或者不醉都不可以喝，都是要结换的啊，都要换。再来，若灰酒，什么叫灰酒？本来不是要做酒的，哦，
而是你做酵素啊，你做醋啊，酿造醋啊，哦，可能没有完全发酵啊，就产生酒，产生这个酒出来的，哦，那这一种叫做黑酒，黑酒。那这种情形呢，而有酒色香味，有酒色、酒香、酒味，并不合饮，跟上头的没有酒色香味，真的酒没有酒色香味，两种都不可以喝，哦。那灰酒没有酒，有酒色香味不可以喝，是就是会醉人的，会醉人。所以底下呢，我们等着这个表，我们再说明。接着呢，若酒主。前面是将体讲出来，酒，灰酒，接着呢，若酒主用酒来煮东西，这是一种情况，跟着合在一起煮，有煮，另外一种合合，直接啊，没有煮的哈，哦，就是用酒跟其他的饮食合在一起，好，哦，冲下去啊，或者滴个几滴啊，啊，哦，合着这样吃。我们讲凉拌也好了，哦，那这一种酒去煮东西，或者酒跟其他东西凉拌呢，合在一起这样吃，通通换的，都要换。好，哦，这个呢，我们看了这个表啊，哦，我们今天所画的表。我们先引这一段的文。啊，它里面呢，前面先界定嗜酒、非酒，再来酒煮东西，酒合和其他的饮食来食用。好，那我们看嗜酒，嗜酒，也就是说你最初就是做酒，而这个做起来的酒具或者不具酒色、酒香、酒味，喝了饮之，醉人或者不醉人都要结饭。都是正犯的，不醉人也犯。所以历史上来讲啊，乃至于草叶一滴，啊，一滴啊，放在扣里面都是正犯的。不能讨论呢，哦，不醉不犯，醉了才犯，没有。前面的释尊的例文呢，啊，释尊讲的话，哦，一滴滴口都要犯的，都犯。一滴怎么会醉呢？不会醉啊。哦，所以说，饮之醉人或者不醉人皆患，因为他的体就是酒，你就是酿造酒。再来灰酒，灰酒做酵素啊，做醋啊，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哦，那这个灰酒啊，具酒色、酒香、酒味，哦，记住酒香、酒色、酒味啊。醉人的话一样结犯，不醉人不犯。好，哦，在灰酒当中就有醉跟不醉的差别了。哦，再来不具就是有缺啊，酒色、酒香、酒味这三种当中的缺一或者缺二，哈，哦，不具足的。但虽然不具足呢，醉人一样要结犯。醉人就要结犯了，不醉人不犯。这是呢，罗路呢，《胡商集释》755到756页，好，这里头。那所以例文当中呢所讲的，它就偏在一个道理而已。但是呢，里面实际的意思啊，就包含两种都有，啊，哦，没有酒色香味，啊，哦，没有酒色香味，嗜酒没有酒色香味不可以喝，有酒色香味当然不可以喝，醉人或者不醉人都不可以喝，啊，哦，都不可以喝的。喝酒当中呢，有酒色香味不可以喝，是就着会醉人来讲的，要不醉人，他是可以喝。没有酒色香味啊，会醉人，也是不可以喝，不醉人才可以喝的，才可以喝的。好，哦，那个这样道理啊，它就真的圆满了。
哦。再来九组，九合合，九合合饮食，哦，凉拌的。另外一种酒跟其他的饮食在一起煮，煮过的，哦，就分成罪人跟不罪人了。酒合合饮食，如同以啊，这个我们看这个表哈，如同以食物中滴一两滴酒，则呢不论醉不醉，皆坏。你所滴的就是酒啊，它就是酒。哦，你凉拌的，你滴一滴两滴啊。啊，醉不醉都一样，都要结坏。如《胡商集市当中呢所讲，饮摩德勒切论当中说，古作酒未所得饮妥，何言饮者坏？古王用五谷作酒，你是酿造酒，未所得饮妥，这当中可能会缺少酒味，啊，或者有缺少酒香等等的，啊，但是呢，都不可以喝。喝了就换了，喝了就换。那不醉人，我们看了，翻过来，不醉人进一步说呢，问既已是不醉啊，何为自换呢？因为没有熟嘛，可能那个酒精成分呢还不够，喝了不会醉啊。那既然是不醉人，为何自换呢？还要结换呢？答，但是嗜酒，你最初酿造的就是酿造酒，无论呢有无色香味，醉或不醉，皆皆正罪，都是皆正罪的。哦，这是呢酒合合饮食哦，凉拌的情形哦。嗯，再来底下呢，酒煮，用酒跟饮食放在一起煮，啊，哦，底下呢善见论。若酒主药，人有酒香味疾患的，所以啊，酒主物力同一样的，有酒香味啊，酒味就是那个味啊，就有酒精的成分啊，那还是一样患哦。这是醉人，再来不醉人，啊，不醉人。这一种情形已失酒性啊，不能醉人者不患。已失去的酒性不能醉人的不患。那五戒相金煎药当中呢，开言里头就说了，若食中不知有酒，这是一种误饮的情形，哦，误饮的情形它不患的。或酒煮物，酒煮东西，哦，已失酒性不能醉人者并皆无患。一种是误饮，啊，不晓得有酒误饮；另外一种是用酒煮东西失去了酒性的，哦，那也不患。所以啊，这是酒煮，酒煮跟饮食合合来在一起煮，哦，那就要讨论了，它有没有失去酒性？没有失去酒性，仍然要患，仍然是皆患的。好，接着我们再看着那个恒始朝的第二行啊，中间的部分啊，若甜醋酒十局酒造易坏，假使是甜醋酒，就是甜味酒、醋味酒发酵过程产生了酒，会醉人的，会醉人，那要结坏，不醉人就不坏了。十局。橘就是酒母造酒的原料，哦，吃这个橘酒母一样呢，为什么会坏呢？会醉人的，会醉人会坏，不醉人是不坏的，哦。那酒糟，酒糟易坏，做酒剩的这个这一些的米酿造之后的，哦，残留的那个米，哦，一样呢，里头还是有酒精成分哦，会醉人哦，所以啊，也要结换的。这个橘啊，我们现在普遍呢，有的会应用到做饼干，里面有加橘，哦，而煮饭呢，也有加橘，加上去，哦，
那这个就是他没有发酵的，不醉人，他不会坏。哦，那造酒，因为他加这个下去呢，它就会发酵，啊，会发酵。所以啊，结幻的情形是旧者会醉人的来说的啊。接着底下，知此是云：初是物体，田畜久者，立作田味酒、畜味酒，今闻何之？字义解释说呢，最初是指是这个物体酒跟灰酒啊。那田畜久的意思呢，在例文当中是做田味酒、畜味酒，现在超文当中把它合起来，叫田畜酒啊。接着，知此是饮，此方都有招藏之物气味潜在。犹能醉人，事多贪淡，最难解约。想悉除本无，故教所不至。尊权招举，足为名利，有道高士，信于从己。知此饮，这是另外一个段落啊，讲到的。说此方，我们中华这个地方啊，大多有招藏之物啊。做酒之后所剩的这一些酒渣、酒的气味啊，潜在，由来呢能够醉人的，一般呢世上的人大多啊贪淡贪吃这一种东西啊，最难节约的，啊最难以节制约束它。像呢西族印度啦、本无本来没有这个东西呀、风俗习惯不一样啊。不教所不治，所以教就是立教当中呢，所没有制定啊，吃这些东西要换了，没有讲到。而呢，存钱招局，根据前面的十九招或者九局结换，足以作为明白的例子。这个招藏之物啊，有时候啊，就是我们呢，我们比较喜欢呢，做咸菜干，做这一些呀。种种的，反正啊，小黄瓜、大黄瓜都可以啊，放到瓮里面去啊，加一些豆啊，一些制造的东西去酿，一样啊，它产生酒的话会醉人，也是不能吃的，我们呢，做梅子，浸泡梅子，一样它有时候啊产生发酵，也有酒，那会醉人也会换哦。也有换，怎么办？拿去煮啊，煮一煮，让它酒精蒸发掉，那就不换了哦。所以啊，有产生那个酒出来的时候啊，就用另外的方法去处理，也不用丢掉了，用另外的方法处理哦，煮一煮，让它蒸发掉，不能生吃了，生吃啊会醉要换的哦。有道高士，信于从己。有修道之心、高尚之人呐，信即希望，而希望呢，应该要顺从于急切来守护这个九戒才好的，这做酒用酒啊，去啊。做的东西很多啦，很多。你看，西方人巧克力当中，忽然之间里面给你包酒哦，哎，喜欢呐，用这个酒。还有呢，现在的面包，有的面包呢，它为了好吃啊，那个味道，它把里面的那个馅那个馅呢，去加酒或者泡酒啊，泡完了弄起来。再去啊，做面包，那个我们都不能吃的，它泡的，泡了之后呢，做馅这种情形，要是有酒色、酒香啊、酒味，这个我们都避免不要去吃它，不要去吃它。
接着呢，四朝有云：“试问若九作九响，若鱼若无九响，皆幻。莫非取经幻，为前有方便。”恒四朝又说了四分，就我们四分力当中说到，假使九而你内心当中作九响，或者九疑，或者是升起无九响，都要结幻啊，都要结幻。无九响，心里无九响也要幻。这里啊讲啊，莫非起经幻，乍看之下没有不是采取境界是九，境界是九，那这样都要结幻啊。而呢实际上呢应该是耶心，不是就着境，是就着心，为前有方便呢、啊。意思是说前面有方便的心想要喝酒啊，想要喝酒，等着这个酒啊拿到口边啊，内心当中转想啊，升起这不是酒喝下去的啊，转想，那这样呢，因为前面有喝酒的心也知道是酒，因为前心呢方便，就因为前心的方便即罪的即正幻。那我们看知持是因，知持即解释说呢，二名疑想。第二段呢，说明九疑非九想，允力静想，视同淫切，注从出气是立文，次即明今世。允力，允力藏当中的静想句，九有五句啊，有五句哈、哦。前三句，前三句就是九九想九一非九想，啊，视同淫切。这前面三句啊，结幻的情形，相同于淫切一样的，不开疑或者想，啊，淫切当中呢，道疑或者非道想，只要是道还是幻，啊。那九呢升起九疑非九想，一样是结幻啊。注从注文当中出去，莫非取境幻，这只是例文，乍看呢、啊、好像采取这个境界是九，那就要结幻。次句明今时，次一句为前有方便，说明今现在先祖来解释它的意义，为先有方便欲淫，至后饮食，乃生非求想疑，后心无患啊，成前方便，故其结患。意思是说呢，他事先呢有方便心啊，想要喝酒，而到至后的到了后心正要喝的时候啊，乃生起哦非求想，这不是酒，转想呢、啊，转在例文当中叫做转想，转作非九想九疑，后心无患，叫做后心升起非九想，这是不患呐、啊。然而呢，成就前心的方便呐、啊，你就想要喝酒吗？现在酒也喝下去了，所以必须要结正罪，结正罪的。必先无意啊，迷惘虚开，必定啊，在事先。没有心想要喝酒，而迷惘呢误饮的情形啊，误饮呢不是有心喝的，那是误饮，那必须开不换呢、啊、本迷的情形，迷惘呢误饮就是本迷，这种情形呢是不换的。所云诸事耶心从今至，一意不同，甚至由于闻少不了，其有智人由来不秀，虚将物云可皆敌也。这本书当中说，说诸事耶尽从心至，耶心从尽至啊。诸事呢认为这是耶心呢，而随从于境界是久而来制定啊，要换的啊，
就从境界是酒来结幻。然而呢，一意不同，我的心意啊是有所不同的，甚至有矣啊。说圣人呢，佛陀制定啊要结幻，当中是有他的原因，有他的道理的。文少不了，在律文当中翻译啊稍有不了，就没有完整啊，不清楚。其有智人由来不朽，难道啊有智慧的人他从来都不闻这个酒吗？不闻酒味吗？也不晓得是不是酒啊。就是说有智慧的人他从来没有闻过这个酒，他也不晓得酒是什么味道。西江勿饮，他口渴了需要这个江水来喝啊，而错误啊喝到这个酒，他从来没有闻过什么酒的。那他也不晓得酒跟水啊是不一样啊，不知道拿来有味道也没什么，就要喝水了。勿饮，可结题也，这个题啊他那个文字没有改过来。可结幻也应该是幻啊，因为题是我们出家众的那个名称。可以结幻嘛，就是迷惘的情形是不应该结幻的。意思是说呢，例文当中结幻是就着全心来结的，你有喝酒的心，而当正当要喝的时候，在惑心当中转成挥酒想，转想啊，但仍然要结正幻啊，结正幻，因为前面本来有喝酒的心啊，所以啊就成就前面的方便心。结正幻，如果是误饮的话那就不结幻，就如同我们所引的五戒相经里面的所讲的若食中不知有酒误吃误饮都一样的迷惘的情形开啊开不坏。在第三想不坏，世朝云利益不患者，有若病余药治不菜，以酒为药，若用身外涂疮，以涂创一切无患。那恒世朝当中说到利益上啊不患的情形，假使有病源余药治不菜，普遍呢以其他的药治疗而治不好的，不得已啊以酒为药以酒作为饮药，这是不患。或者呢用身外涂疮，应用在身体外面的，不是内服，是外用的涂疮疮是不是有生这个疮啊这一些啊不好的东西啊需要用酒的，我们是不晓得。但要练疮呢就是创伤那立上这个创这个字也通于病字旁的那个疮所以啊两种的情形就是外用的，外用的不换的。那创伤呢就是有瘀，有瘀的地方就是用酒用酒啊去扩张那个毛细管让它扩散，那有姜啊配合姜啊去做治疗这是有的那这个就不坏，外用酒有这样的开源那有人就会问那蒜呢葱呢可不可以外用呢也没有听说过历上也有没有那个铭文说可以啊葱蒜用来外用的就没有。为什么酒跟葱蒜啊毕竟还是不大一样的那个葱蒜呢那个味道非常的腥，非常的嗅秽臭有的人听那个嗅感觉啊不大顺本来就是嗅就是臭的意思味道很臭的那个是有障道的，有障道，所以例文当中没有讲到这个事情所以也不用
不用这些葱蒜啊等等呢来外用的哈，味道不好。再来，戒俗云：以药不治，久为药者，非为有病，既得饮也。故其片与余药，治之不菜，方是服之。这本书戒俗第八页。说奇异的药不能治疗而以酒为药的情形，会为有病即得饮也。不是说呢有病就可以喝酒啦，刚好你也喜欢喝酒，有那个习气哈，偷病啊就要喝酒啊，不可以的。故需啊片以一药，所以必须要普遍以其他的药呢治之不菜，治疗而不能够治好呢，这个时候才开始来服用的。而服用的时候，就如同前面呢五百问论当中所讲啊，要必须合合其他的药来使用的，而不可以空服的，不可以空服。行中是言，行中即解，是说呢恐为病开而折而忘饮，故是文艺啊不容以难。说呢恐怕呢认为啊有病就可以开言呢、而折耳就随意的哦，就希望的喝酒了哦。所以啊来指示立文的医事不容许啊有所以通混乱的情形哦。总之呢世尊呢对这个酒的使用啊是比较严格的啊、比较严格啊，不可以随便呢假托其他的誓言就想要用啊喝酒，这是不好的。再来第二节过中时，过日中还食用饮食。过中时中分为三项：一自意，二幻象，三不幻。过中时，我们现在要确立这个名称、不要讲过午。过午啊，很多人都把它解释那个午是十一点到一点，所以可以吃到一点。在例文当中叫过中，没有所谓的过午，叫过中，过日中，过日中哦。所以不过中时，不过日中呢？食用饮食。第一项呢，自意，自不过中时的用意。世超云：自论问也，若法无时，云何听时时，则非时时为戒？答曰：我已说世界名字法有非时，汝不应滥。亦是毗尼中结界法，是世界中时有，为众人喝则故。意欲护佛法，使久存，定佛弟子离法故。佛世尊解诸境，不应求有何名字相应不相应的。恒世朝当中呢，引大智度论，在这一处见一的地方。问也，若法无实，假使呢法是没有真实的时间，就时间是假的。好，这个问的意思就是说，在佛陀的话教经典当中说到了法是没有决定性的，所有都是因缘生啊，所以啊三是不可得的，没有真实的时间，没有。那这样说呢，假使法没有真实的时间，就时间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在毗尼戒法当中啊，而佛陀却听习时时时中来食用饮食，而遮止非时过中之后而食用饮食，以此而制成的戒条，时间本来没有的，不是真实有的，为什么还分别有时有非时的差别呢？
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说落华无始，这没有真实的时间，时间是假有的。为什么在毗尼当中听实时，实时非时，这个时跟非时，时就是冥想出到日中叫时，好，听习时中而进食，受用饮食，而遮止非时。什么叫非时呢？过日中之后到隔天冥想出以前这一段时间叫非时，遮止这非时当中食用饮食而作为戒条，不够忠实。时间本来是虚妄的，为什么还分别时跟非时呢？作为这个戒条呢，底下就回答说了：我以说世界名字华有非时，名字呢底下的逗号把它去掉，它的断句啊，它的断句哈，是应该到名字华有，好，名字华有，然后呢，实非实法，在论文当中呢，它是这样的。那抄文当中简要的，有时候我们意识啊，你就啊会看不清楚哈、哦。那你要是说呢，所有文字都出来啊。哦，我已经先说过了，世界名字法有，名字的法是有的。世界就是世俗地，世俗地当中名字法是有的，所谓的时间啊。而呢，时非时法，这个时间不是真实的法，是随顺世俗而说的，如不应滥啊，不应该滥问啊。那意是毗尼中结界法，也是毗尼立藏当中呢结界之法所依的啊，所依止的，是世界中实有，是世俗当中呢实有，是大家所共习，有实有非实，不是第一义当中的真实的啊。第一义当中的我相法相啊，实际上是不可得的啊。所以啊，这是世界中实有，就世俗地大家所共许的实非实。为众人喝则故，由于啊世俗执着，这个时间是真实有，这是早上，这是下午啊，所以啊有时有非时啊。如缘起当中呢，非时而时，大家就喝则的缘故啊，啊，迦叶投已啊，下午去偷钵乞食，大家就喝则了，所以啊，就立上了缘起，为众人所喝则的缘故，这也是一个道理。意义护佛法十九存呢、啊，又者也想要实令呢，护持佛陀的正法。持念久存在世间，定佛弟子离华故，而来确定佛弟子依受戒的时间前后分成上座、中座、下座，在家居士啊也是一样啊，受戒的前后来排班啊、哦、按这个次第来排班，这个是建立佛弟子的礼法，不然就乱成一团了、啊哦，也是一样的，依世俗地啊时间来安立的，有这个上中下座等等。或世尊解诸戒啊，佛陀世尊呢依世俗地啊而结界结成啊诸多的戒条啊，在这当中呢，你不应该啊求有何真实，有何名字，什么是相应，什么是不相应啊，等等的，这一些都是随顺世俗地所安立的、嗯、在经论当中所讲的一切法没有决定性，都是因缘生的、啊、所以啊都没有真实性，但是在毗尼戒法当中呢，依世俗地建立因果的差别，因果的差别
啊、哦，不然就乱了。底下一段，四朝序云：若尔云尔但受假名时，答时时毗梨中说，以白衣未到，不得闻闻声邪见故，受假名时，以通多分故。说若尔，假使是这样的话，戒法是依事实律所安立的，所以戒法当中讲时时有。时有非时啊、哦，有这样的界定。那为什么在经典当中呢？佛陀但是说假名的时间呢，而不说时时呢？假名的时间，经典当中讲的所有法都是没有决定性，都是假名安立的，假名安立。好、哦，那经典当中为什么但是讲假名时，而不是说时时？有真实的这个时间呢，底下回答说：时时毗梨中说，说时时讲真实的时间有时有非时，是在毗梨当中所讲的，毗梨里面讲、哦、不在经典当中说。为什么呢？以白衣外道不得闻，因为白衣外道啊不能够听闻这个毗梨力战、哦，闻声邪见故，假使他们听了之后呢，会增长他们邪见哦，认为哦，这时间是真实有的，啊、哦，那就更增加了他的执着。本来外道啊，白衣外道都是执着实有的，真实有的，啊、哦，虽然在经论当中破斥我相、法相不可得，在立藏当中要建立因果的差别，要讲。实时有真实的时间，而因为熟能外道不能看立障，所以不让他升起这个邪见，增长他的邪见。而我们出家众来研究立障，我们也研究经论，知道、啊、世尊所讲的这个时是在毗梨当中讲真实，实际上时间呢是一个妄法，所以我们不会产生执着，增加那个执着。但是戒法当中要依这个来规范，换与不换的，啊、哦，说假名时，经论当中呢，先说假名的时间，就时间没有真实性啊，以通多分故，因为通多分，什么叫多分？因为道人出家在家都可以听的，不单单只是我们出家众听啊，是在家众也可以听的。通多分的，所以要讲假名时，而毗梨密藏当中只有出家众研究啊，讲实时没关系。啊，这是首先呢，哦，一经论当中话教里所讲的时间没有真实性呢，那为什么戒法当中要建立啊时跟非时的差别？哦。底下呢，支持是云，支持去解释说呢，自论四六成九中，十成九文。大智度论呢，第一卷解释六种成就当中，哦，一时活在哪个地方，在讲那个一时那个十成就的文。比名天主说十有恶，一名迦罗，此云十时为年月日时四时。节气等四所皆计为时故，二名三摩耶，此因假时为随世缘长短不定，无有时故。比则自论当中说明，天主印度啊说时有两种，第一种叫迦罗，迦罗换成中文的意思叫时时，真实的时间。意思是说呢，年月日时啊，春夏冬四时，以及呢二十四节气等等哈，世俗当中啊，世俗当中呢都执着为真实的缘故，所以叫迦罗叫时时啊，时时。二名第二呢叫做呢三摩耶，三摩耶换成中文叫假时，假名的时间。
为随事缘，随着事缘呢，长短不定，时间那种长短感觉起来不一定，好像说我们在等人的时候，感觉五分钟怎么那么长？五分钟哈，遇到快乐的事情，1个小时忽然过了，感觉又很短哦，所以那个时间呢是一种假法，物有实故，没有真实的缘故。看你的心情呢。河水四地说三摩耶，故说迦罗，未除外道，熟人邪见故。熟人左有外道既长，若说时时，更增彼计啊，只以大分为言，非具有的说。佛陀呢，随顺呢世俗地说三摩耶，假名实，而不说迦罗实时。为了除去啊外道熟人邪见的缘故，哦，熟人是着有呢，外道是既常，执着常见呢。假使先说实时，哦，时间是真实的，哦，是真实的，那这样呢就更增长了他们的执着了，所以啊，就是讲三摩耶，讲之前是假的。此亦大分为言，这也是大分来说啦，不是说完全不说那个实时啊，这大部分都是讲假名实三摩耶。论中呢，先破彼计，实时皆无有时，然毗尼字法多于实时，则显如来亦说实时，岂是无时？故以为问，如朝所以。在大智度论当中呢，先破彼这外道俗人的执着、所有、所长的时时皆有真，皆有实，他们呢所执着的这个时时真实的时间都有其真实性然而呢，这个毗尼智法，毗尼啊，这个律藏当中呢，自立这个戒法，大都呢依于时时，依于时时有时间的界定冥相出到日中，日中之后到冥相出，未出之前，我们很多戒条都是一早上吃，那么中午吃饭的时候说，就有那个时间性。那么有的戒条是依名相来结换的，名相出交换的，所以啊，都是依实时，真实的有真实的时间，时非时名相等等的结换的分歧。则显如来世尊亦说实时，依世俗谛啊，岂是无时呢？难道呢都是没有时间吗？故以为问如朝所引，所以啊，以此作为让问呢，如超文所引的戒法当中呢，佛陀就是这样折子所以啊，他就以这个作为让问呢，如超文所引的答中为二，处耶意是通二佛相遮其来难，底下那个逗号摆成句号。就先分成两个段落回答当中分成两个段落，这一处是耶意来解释疏通。第二段呢，佛世尊相，佛世尊结诸界之相是遮其来难，就是他的问难。初从三义，初段当中又有三个意义啊。初从假释，论中难破实疑。乃言见因介入生灭，假名为实，无别实。为实经及余经等亦说实时，乃是随是名字，故言假名言同亦别。又准佛说，则彼二皆是假名，随彼而言。这个底下哈，故名假名。此以俗说假名啊，言同义别；又准佛说，则彼二皆是假名，随彼而言，故云实耳。
这一层第一段耶义四通里头有三个意义啊，这一层从假释从假名的时间来解释啊。那论从大智论当中，烂破时已，烂破时间是虚妄了之后来说啊，论文当中就说了，见因介入生灭，假名为实，无别实。见呢，无因戒啊，六戒十二入，接着就是十八戒，十二入啊，根尘相对就有四产生呢，就是十八戒哈。因戒入啊，这个戒也是讲六戒，以声闻力来讲六戒，我们前面讲也六大啊，无因六戒十二入，接着就有十八戒，都是生灭的，生灭的哈。见到生灭啊，说假名为实，是假名安立叫时间，没有另外真实的时间呢、为时经实非实经，欧含经当中的小部经里头的实非实经，及余经其他的经典等亦说实实啊，也说实实呢，乃是呢随是名字，随顺你世俗地所安立的名字，故云假名。那么此以俗所假名言同一别，好，这个跟世俗当中所讲的假名，什么叫世俗的假名呢？龟毛兔角，兔子怎么有角、龟毛兔角，这个都是假名，世俗的假名、水中的月亮，镜中的像，这一些呀、都是世俗所说的假名、跟我们佛法里面说啊，假名安立的那个假名言同，但是意义不一样的、不一样。那么又准佛说，又根据呢佛陀所先说呢，则彼二皆是假名。那么世俗啊、假名，这个世俗当中所讲的假名跟实实实跟假实呢、都是假名安立的，因为有假才有真，所以假跟真两个是相对安立的，所以两个都是假名。随彼而言呢，但是随随世俗所执着的而来说呢，故云实耳，所以姑且就说实实罢了。但那个实实也是假名安立啊，在佛法当中呢，那个都是假名哦，自信不可得啊。闻云，我以说者，即指上文，世皆法有。故不妨说实非实，非实故不妨无实。立论以明不省从问呢，故反则之，因兵难。文当中说，我已说啊，我已说的意思，说我已说世界名字华有非实。我已说的意思啊，就是指上头的文，世界法，世界的名字法，就是世俗地当中所讲的名字法是有啦，啊，是有。那故不妨说实跟非实，所以不妨呢也讲实跟非实，就是世俗地里面的哈，非实就是非实这两个字。超文当中啊，世界名字法有，接着非实，这个非实因为实没有真实法，时间没有真实法，故不妨无实，所以不妨也是没有真实的时间啊。这个非实啊，在论文当中，实非实法，时间不是真实法啊，所以不妨无实，没有真实的时间啊、没有时间。立论已明啊，立论呢已经清楚
明了呢，而不自己不好好的审查思维而重问呢，因此反过来责难他，说呢你不应该这样呢乱问。意识下，意识毗尼中解决法之下是其次，随世事，随着世俗利益来解释，世界实则俗所计也，众人喝者即止言起，有彼计时而至饥渴，利户事项啊，则饥固至。前面所讲的是世界中实有，世界实则，世界中实有的意思，也就是说呢，世界就是世俗当中是俗人所执着的啊，俗所计，也就是俗人所执着的，所执着啊，有白天啊，早上有下午，有时有黑时啊，众人喝者，众人喝者的情形，即止缘起，力上的缘起啊，啊，迦罗偷逸的因缘，由彼计时而至饥渴，由于彼俗人呢，既有食时呢。而这是灰时的，你还来偷钵啊，而导致于啊有饥闲喝者，利户事项，而利上呢依附于世间相啊，遮喝固执，而遮止这个俗人的饥喝，不要让他造口业啊，所以啊就自利，不可以非时时，不可以过中时。意义下啊，意义护佛法是九成啊，等等的，是第三呢，护法事，就着护持正法来解释，为受戒十分，定上中下，互相净视，令法不昧，不云十九成等，初一即啊，初一耶假从道已是，或二耶实从俗而是。那为。意思是说，一受戒的十分，啊、哦，几点、几分、几秒受戒的，啊、哦，那这样呢，来定那个上咒、中咒、下咒，啊，在家居士呢，也一受戒的前后，菩萨戒啊，一受戒的前后，哦，排班啦、啊、咒啦、啊，啊、等等的，嗯，有前后次第哈、哦，互相敬持。互相来恭敬诚实，此令呢佛陀的正法啊、不坏昧，所以说十九存等等的这三个意义当中呢，这出从假释，第二随事释，第三护法释，初义是耶假从道已释，就着假名时和从这个道众出家这一方面来解释啊、哦，后二随事事跟护法事，耶实时啊，真实的时间呢、啊？前面是假名时，就接着实时真实的时间，从世俗啊而来解释。那也可以讲，前面从道呢，从圣义地啊，从俗穷世俗地啊来说，啊，也可以这么说。我们的这时间到哈、哦，先讲到这个地方啊、哦，其余的呢，我们下一堂课就最后一堂课，星期六啊、哦，这一堂课就可以把它讲圆满啦啊、哦，向下文长会来着，会向。